美妆博主脸呢要勤快营业，因为我发现就是前一阵子包括上半年后就是美妆视频出的有点少，所以我决定再次决定一个月呢至少要出一到两个彩妆视频，再给你们分享一些生活 vlog 啊，或者是一些小干货。Yes， 准备开始化妆。这个篮子里呢，就是我要用的一些东西，里面还蛮多新品的，正好一边给你们上脸，一边分享。我现在就是护完肤的状态，然后打算喷一个喷雾，养生堂他们家的桦树之喷雾，这是我近期非常喜欢用喷雾，真的非常非常细，有多细呢？拿我这个衣服当背景板，你看，巨细，补水保湿效果也很好。戴一副灰色的美瞳，这个是 Moody 的一个什么灰，我到时候打在旁边。冰冰，它整体的颜色还挺自然的，融瞳效果还不错。Laura Mercier 他们家新款的保湿妆前，他们家妆前真的是我买的第一个妆前，那个经典款。因为我现在刚喷完喷雾，脸还很保湿，所以呢，我打算在局部容易干燥，像我眼下呀，还有脸颊稍微涂一点点。它挤出来呢，就是用凝露质地。推开你下巴变成水状，你就涂一丢丢，在眼下稍微来一点，一定要少量，多容易搓泥。它这个用量好省啊，只要挤一丢丢，我挤那么多都可以涂全脸了。底妆呢用是这个乐德的粉底液，我最近才收到他们家的 PR 礼物，给我寄了三个色号，我做了一下功课，大概22号色会比较适合我。它整体的质地呢也是非常的水润，点在面中，然后往脸的外缘给它推开，先上一层漆。Everbomb 这个三角粉扑给它推开。现在呢是上了一层的妆效，它的妆感真的非常轻薄，而且还蛮服帖的。然后像它的遮瑕力的话，我觉得是6-7层，如果你是哪里有瑕疵的话可以再叠加一下，比如像我这边有一些痘印。叠加完之后呢，它整体就是那种雾面妆感，但是我的妆前保湿做得很足，所以呢还是会透的那种光泽感。如果你是那种轻微瑕疵的话，基本上叠加一层就能打造那种天生好皮，比较严重的瑕疵皮的话后续还需要叠加遮瑕。我发现我的脖子的颈纹好严重啊。还有它的持妆力，它的持妆力很不错。遮瑕呢也是用他们家的，我每次用的挤一丢丢，它的质地也很润，我经常去一丢丢来遮一下眼下的黑眼圈。它这个遮瑕的遮瑕力很强，不容易卡纹。还有像它这个遮瑕算是干得比较快的，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快速，然后少量多侧上，白净无瑕的脸蛋完成。最后呢再来定个妆，用的这个 NAC 的定妆蜜粉，去一丢丢，拿三面刷淡一下。定妆也是从面中然后均匀的往外铺开，那这个蜜粉也是很清透的，控油效果还不错。Uni 的三色修容，然后把鼻影刷，这两个深色混合在一起，着重加强一下眼窝这一块，然后顺带着我们的眼窝，让我们的鼻头修饰一下。眉笔呢用的是这个 Sugarcoat 的眉笔，它也是这种比较细头的砍刀型。然后像眉毛部分呢，咱们就不要画得太挑太凶，画得稍微平缓一点就可以了。你要涂好眉尾，然后呢再填充眉身，最后来补一下眉头。然后宽眼距的妹子呢，咱们稍稍的把眉头靠近一丢丢，最后呢拿眉梳把我们的眉色给它梳均匀来。眼影盘呢打算用的是 LA Girl 他们家新出的吧，应该是新出的九色眼影盘，我这盘是435，它是一盘非常实用的棕橘盘，我手里还有一盘是434 435 434，你们觉得哪一盘颜色更好看？像他们家的质地呢还是一如既往的好，哑光顺滑不干涩，也不会飞粉闪片，珠光显色度也是绝绝子。蘸取435的这个黄色，大面积的铺在我们的眼皮上，进入在我们眼尾的时候顺带的给它往上挑一点点，制造一丢丢猫眼的效果。眼影的整体范围呢就在我们眼窝凹陷处，摸一下这里有个凹陷的地方，在这个范围以内啊，然后再蘸取这个颜色叠加在我们眼皮的1/2内，眼尾呢还是轻轻的往上挑一点点。我们的下眼影范围呢可以宽一点点，就不仅仅贴着我们的下眼影画，我们可以往外拉一点。换一把小一点的细节刷，蘸取434这个最深的棕色，画在我们眼尾的小三角区域，边画边晕，再连接我们的睫毛根部，再顺带一下眼头。还有像我们眼尾的时候呢也要记住往上挑一点点，然后就是我们的下眼影也是一样，范围可以稍微大一点点。再拿一把干净蓬松的晕染刷，蘸取这个打底色，将眼影边缘呢都给它晕染的干净一点。然后呢拿一支软毛的眉刷，蘸取羞红色，画一个厚厚的卧蚕在眼下这个位置，咱们画的宽一点点。闪片我想叠加434这颗，这个偏光超级水灵，叠加在我们眼球中央，
它是带一点点蓝偏紫的一个苹果，用手指轻轻的把颜色给铺开。然后呢，就是眼睛部分用的是 Sugarcoat 的这个棕色眼线液笔。刚换眼线的时候居然没录上啊，心累。首先呢，就是我们换眼线液笔的时候一定要手横着拿，方便呢填补一下我们的内眼线。然后呢，到了眼尾我们往下拉，到了我们眼尾终点之后呢，再往上提，然后再填补前面的眼头，然后再用眉刷蘸取深棕色，沿着我们睫毛的根部再加深一下。这个是 Hidden 他们家便携式的一块高光，用一把小点的刷子来蘸取，给我们的卧蚕提亮一下，还要顺带一下我们的眼头。还是这个 Everbob 的睫毛夹，睫毛打底膏用的是雨极的，它的效果也是那种很自然纤长的，睫毛条件好的可以直接拿来当睫毛膏涂了。再用 Cuttle 的这个黑色睫毛膏再叠加一下，再贴几根这个梦露的单簇仙子毛，然后再用镊子给它顶一下，贴的时候最好是向下45度，这样能很清楚的看到自己的睫毛根部，贴起来会比较准。再拿眼线液笔画出几根鼻针的下睫毛，腮红呢蘸取这俩颜色，因为下眼影的颜色显色度很高，所以用之前呢一定要抖一抖，扫在我们眼下这一块。唇釉是这一支福气的 A07， 想点颗痣来着，眼下点一颗。